弟弟啊，原来你真是收租的。演唱会后台最新花絮，杜妈见到我们弟弟第一眼也是满脸的冲击啊，然后还翻了翻弟弟拿着的这个纸袋子，里面居然还放了钱，这不就是妥妥的收租的吗？果然啊，我们博哥 cos 是认真的，这细节做得太到位了，难怪杜妈给你比了赞，心里指定在想，不愧是我的财神爷啊。这届粉丝真是啥都敢问，有人好奇问睡在这里上厕所怎么办啊，不敢问王一博，然后就真的得到了回复，说有专门卖装臭臭的袋子，如果是多日攀爬，全程都要带着自己的排泄物，让你们瞎问，博哥看到都得忍不住说一句快闭嘴吧。听说探险之旅摄影师瘦了20斤，导演瘦了10斤，难怪后来看到弟弟都瘦成纸片人了。